鲍鱼啊，你现在去法院申请取消收养，跟韩家断绝关系啊！我连一秒钟拢无得跟伊继续做亲人，就算我要拍官司，我嘛跟伊过到底。哥，你早就应该安尼做啊，我拢支持你。哎呀，想袂到这个公爵甲妹儿甲四爷掌握在你手头，你这白衣受遐尼多折磨。结果向李永硕，竟然是这种结果，实在太悲哀了。阿兄，真歹势，我们家得报案，江若兰要告家己的好媳韩浩宇多项罪名，所以我们要请伊到警察局到案说明。啊，伊考上我家己。一会啊。打电话律师，咱做伙去。好。先生，你该收银第一处，你莫去。我该去面对了。感谢你的配合，碧龙做了。现在情形安怎？现在情形就由我来替大家说明一下。韩昆仑先生的财产，和韩浩宇转移到开曼群岛的投资公司。啊，这个代志，江若兰女士并不清楚。啊，这个代志嘛，影响到江若兰女士的继承权了。啊，不过这拢是江若兰的意思啊。那呢？你就要把证据提出来啊！韩浩宇这款的做法就是诈欺，伊利用伊甲夫人的关系，安尼欺骗韩昆仑先生的财产。阮这边应该所有证据拢交予检察官啊！我相信法律啊，会经过夫人这个角度的。什么叫做伊无清楚啊？这一切哦，拢是伊主导的。这个案件嘛是要等检察官看过了，才知影讲是不是要起诉啊？阮这边。买个小提出阿星的证据吧。老实讲啊，我当作用，我是建议，您是不是甲夫人和解就好啊？要安怎和解？我无可能甲少爷阁送去做伊后生。要安怎和解啊？嘛是要甲夫人约出来讲，才知影结果啊。慢点，我来带领。跟夫人约看卖，到时阵大家坐下来，好好参详，你看呢？秀英姐，阿姐嘞，等啊！我已经向法院申请终止收养，我唔是韩家的子孙，我无资格替代。啊，你唔是真友好，啊，想到这么连好都唔得。真正友好，唔是靠这个表现啊。人讲啊，在现实吃一粒土豆，看下是要拜一粒地头，哦。浩宇对公爵友好，比这更加有分量啊！今仔日我来，是考量成功，你愿意和解，阿伯阮才无想要来。你讲，你想要安怎和解？到底安奈做？你才愿意撤销对浩宇的提告？我甲你提醒，即摆是有法律，就算讲你想要告。你嘛无一定够会行的。伊甲财产拢转走，再讲会要终止收养，这根本就诈欺。啊，不过遐个代志，拢是你叫伊做的，伊只要会当证明，伊就无代志。啊，伊是要哪证明讲是我叫伊做的？搁再讲，开曼群岛遐个当事，今嘛拢无要跟我联络，我钱互伊扣伫遐，我才发现讲我根本就是去骗去啊。你讲这嘛真趣味咧啊！
你讲这句话，你等于是承认是你叫侯宇做的啊。不灵啊，别甲因一句来一句去啊。先甲证书啊，讲清楚，再讲啊。钱拢是浩宇经手的，我即马嘛已经联合韩氏企业律师团对提出告诉，佮有伪造文书啊，佮有诈欺。像这款人对爸母不好，连我家叫车叫伊停了，伊唔当唔停，佮害我跋倒。对你不好的人，就是爱受着法律制裁啊。怎样呢？你要安怎做就做你讲啊，阮无想要听你讲几回了。代表签签咩？我得提销告诉我。照这文凭看起来，这个表姐安尼款你，你拢要提走啊？安尼天雷就等于是你的嘛？安尼敢会上离谱啊？这就是我提销告诉的条件啊。你唔随在你，啊你若唔嘛无要紧啦。我着逐天找媒体，我大概知影讲丁浩宇是一个外不好的人，啊，佮有你，想到骗走我韩家的财产呢。拄着你种人哦，哎，我嘛算是好运的啊。安尼想起来，我应该甲你说多谢哦。当初是家在你无嫁好啊。啊！若无我下场，比我娶张小英搁较惨。嘿嘿嘿，我常常徛伫遐，我嘛就唱。来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，那就像我们正常啊。嗯。未，一句话，紧签签的。卡叔啊，讲只言搁谈。啊，不过若失去亲情，都无得个弥补啊！吼，所以我会答应你，你敢会相信？我当然嘛相信啊！好人拢嘛你在做，啊，不过你嘛要看王老师敢咪答应。我愿意接受，我等下另外安排。真好，安尼当初顶的迄天，就伫咧大家见证下。那个合约签签的，阿宇，恭喜你哦！你总算完成你的心愿啦。就像迄天你伫咧临走归宗的时阵讲的，你上尊敬的就是企业家吴天成。啊，即摆去对呀，为基层做起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得你，胸怀。